爷爷太厉害了，下次探险的时候把我也带上吧。你还小，等你长大再说吧。彬彬，爷爷要去探险了，能不能帮爷爷保管好这个钥匙呢？这是什么？是宝藏的钥匙。宝藏？爷爷说是世界上最珍贵的宝藏。如果真的是宝藏的话，肯定是很多的黄金。很难说，我觉得。是吧？爷爷的宝藏应该不是那样的。看那，保存万年的古化石，艳后的项链，世界各地的文物。是传说中的金权杖吧？你把它放下来啦！真的很好奇爷爷的宝藏到底是什么呢？有一个办法。寻找宝藏。照片里面好像没有其他的线索。什么都没有。你们看看这个，每张照片的手里都拿着一个笔记本。这个笔记本是爷爷的探险手册。那会不会有宝藏的线索？什么都找不到啊。找到了。最珍贵的宝物。什么都没有。奇怪了，会不会是隐藏的秘密文字？秘密文字。我知道谁能帮到我们。成功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找宝藏就可以了。宝藏，好开心啦。彩虹村，骑着鲸鱼寻找珍珠，比石头更厉害的怪物项链。这都是些什么呀？我知道去哪能找到彩虹村。那我们帮助你吧。刀宝龙出动。Huh?
怕呀。好了，我们是勇敢的探险家，加油！你们看到珍珠了吗？被吓得都睁不开眼睛。我也是，我也是。啊，我们准备好了。啊！我看到了。对了，那可是在地上。哇！找到了。我们要找比石头更厉害的怪物。啊，看起来很厉害呀。啊，看起来真的好厉害啊。我来试试吧。什么都没有。是不是那个怪物啊？我去看看。我们也来找找别的地方。不是木吗？石头剪子布当中不能赢石头啊。那样的话能冰冰让他冷静一下吧。为什么怎么都找不到啊？找到了，土著睁开眼睛的时候能得到宝藏。土著去哪儿找土著呀？我知道了。什么呀？好好找找看。冰冰，会不会是在后面？爷爷，你和你的小伙伴们找到宝藏了？没有，我们没有找到宝藏，只找到了照片。我的家人是最珍贵的宝藏，探险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辛苦，但看着这些照片我就能鼓起勇气。是啊，我已经找到了我的宝藏，就是我的朋友们。我们